大家好，我是程毅，一个字写下我的2022心愿，那就是康字。康有健康安康的意思，也有富足丰盛的意思。希望在新的一年，我们都能喜乐无忧，健康平安，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你的新年心愿是什么？12月31日晚黄金时间，启航2022，被我们期待重新遇见。